嗨，我是厨师吉泰拉，欢迎收看亚洲各式美食烹饪法。在泰语中，美味的意思是在甜酸咸辣间取得完美的平衡。在亚洲美食中，味道是最重要的一环，各种口味的完美结合也使得亚洲美食名扬世界。大家都想学做这些异国菜品，但觉得太难，无从下手。今天我就来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在你的厨房中做这些健康美味的食物，跟我一起开始今天的追寻美味任务吧。今天我们来学做我最爱的两道中国美食，麻婆豆腐和素食拌面。让我们到帕萨迪纳市的福星中餐厅里来，学习做最正宗的美味中餐，然后回到我的厨房，自己动手做健康美味的亚洲名菜。亚洲各式美食烹饪法之中国佳肴，现在开始。我想尝尝你们最拿手的两道豆腐菜品。好啊，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腐和素食拌面。好的，我最喜欢的拌面。好的，请开始吧，我在旁边看着取取经。好的好的。菲利克斯叔炒得多快啊。其实他不是我叔叔，这么叫是表示尊敬。来放豆豉。好，辣一点怎么样？他是神厨，太神速了，就跟我小时候在电视里看的大厨一样。把这个放到旁边吧。他一秒钟都不浪费。这个锅有多热？超级热。确实是超级热，普通炉子15000的热力就到头了，这个是普通炉火的几十倍。超高温让它能加快炒菜速度，午餐时段每小时要给200个人做饭，越快越好。现在放鸡肉和虾。好，这样就会嫩软多汁。哦，实在是太棒了。与很多亚洲餐馆一样，福星是家族企业，到现在已经是第二代人经营了。一勺淀粉，嗯，一点葱。麻婆豆腐是中国四川的名菜，拌面则是广州美食。好了，当然，多数主流中餐馆已经改善菜肴，提供中国各地的美食。甜得太快了，真难以置信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去吃一顿，然后学习怎么做。去好好享用吧。啊、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去吧。我来到位于中国城的远东超市，挑选做今天这两道中国菜的食材。麻婆豆腐的原料有卤水豆腐、碎猪肉、酱油、木薯淀粉、大蒜、四川花椒，还有一些蒜蓉辣酱。素食拌面则需要鲜蛋面、蚝油、生姜、熏干、香菇、竹笋、葱，还有小油菜。稍后我们回到厨房，手把手教你做好十分美味的中国菜。欢迎回到我的厨房，今天要做的两道菜之一是麻婆豆腐，之二是素食拌面，有点像炒面，要用到另一种豆腐。先从腌肉开始吧，我事先买了点鲜猪肉，咱们把它先从冰箱里拿出来。这就是猪肉馅了，基本呢都是瘦肉。在亚洲的美食中，肉多用来调味，加一点点肉就能让菜更加的有滋有味。方法很简单，拿一点点肉，倒点酱油，让肉更有味道。接下来有秘方，这是木薯淀粉，可能呢你对它不是很熟悉，要是超市里没有的话，买玉米淀粉也行。但在烹饪时，木薯淀粉能让汤汁更加鲜美，如果用玉米淀粉把剩菜放进冰箱，隔天可能会结块，木薯淀粉就特别好，味也鲜。这里呢也来一点点。以上呢就是腌肉的基本成分，咱们呢快速的拌一拌它，拌一拌，非常好。再撒上一点盐，要把准备工作都做好，从调味料开始。先拍蒜，因为放好油之后，蒜要第一个下锅，所以我不会切得太精细，就把刀放在上面拍一下，然后挪到旁边，把蒜都放在一起，不要一个一个拍，否则太浪费时间了。你当然呢也不会过于的讲究刀工，蒜拍平以后呢就随便切几刀。
我不会切得太细。待会儿油锅会升温到400度，要是太碎的蒜就会很容易烧糊。这个呢就是四川花椒，它们自身有一种香味，但为了让味道全出来，我要碾一碾它们。我喜欢自己碾调料，自己做的味道会比较好。少许花椒就会有很大的味道，所以就放一点，然后碾碎，用这个杵在倒臼里画圆圈。弄好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和蒜放在一起了，一会儿放进油锅以后，香味就能出来了。调料就好了，下面拿豆腐，这些呢是切好的，这是鲜豆腐，很完好。再来点葱，葱花用于本道菜的收尾部分，中间切一刀，然后再从一个角开始斜着切，别切太大，也别切太小。下面弄调味汁，我要先把调料在下炒锅之前调好，否则油锅热了的时候还要从几个碗里找调料就太乱了。就拿一个碗调好需要的所有调料，可以从蚝油先开始，倒点蚝油，咸味甜味都有一点，现在要加点甜的来平衡接下来的调料。这是甜酱油，就是普通的酱油，不过加了糖浆，待会儿菜呢就会有点甜味，还会有烟熏的感觉。下面有个小的贴士，这些都准备好了，记得福星餐厅的厨师吗？他是把所有的调料都放进去，然后用淀粉勾芡，其实把淀粉直接放进酱料里就好了，等到下锅汤汁就慢慢浓了，待会儿油锅会热得很快，所以步骤越简洁越好。现在要加淀粉糊了，玉米或木薯粉都行。调味汁准备好了，原料也都就位了，稍后开炒麻婆豆腐，紧接着开始做素食拌面。接下来麻婆豆腐要下锅了，把不需要的东西拿走，保持灶台的整洁。先放点油，然后就放大蒜和花椒，稍微炒一下，先不要着急，要等它们把味道都散发出来再进行下一步，然后让嗅觉帮你做判断，当闻到油烟中有点蒜香就可以继续了。还记得刚才腌的肉吗？肉就是用来调味的，所以不要放太多，只要一点点，用点肉调味是很不错的，这样豆腐就有点肉香了。主原料是豆腐，是健康的食品，但对于我这种肉食主义者来说，如果能加点肉就更好了。我要把肉中的油给煸出来，让它进入菜的其他原料里。当你用炒锅时，一定要不停地翻炒，炒菜勺要一直不断地拨，不停地炒，继续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要加这些不同的酱了。我需要的两种在这里，这是黑色的咸的豆豉酱，带一点蒜香味。这道菜是辣的，要加点蒜蓉辣酱，还能调色。要把所有的原料都放进锅里，然后翻炒均匀，让香味完全散出来。下面要放豆腐了，豆腐比较软，不要把它们弄碎了。翻炒的时候要小心，把下面的翻上来，让每一块豆腐都入味。如果底部呢有些粘锅不要紧，加点鸡精水就可以解决啦。非常好，现在所有酱料的香味、肉香和辣酱都会慢慢地进入豆腐里，看上去非常的好，就让它在这儿煨一会儿。接下来可以准备做拌面了，这个叫做熏干，是用淋着酱油的豆腐烤成的，酱油就附着在这个上面了。不喜欢豆腐的人可以尝试吃熏干，口感呢跟肉非常的相似，切成两半，
摆好这一半，然后把它们切成片，就像这样。记住，我们切的这个叫做熏干，下面该用蘑菇了，不是随便一种蘑菇，这是干香菇，当然不能就这么吃了，我们需要把香菇泡发，拿个小锅煮一煮，或者直接拿热水泡，我要让蘑菇沉下去，于是拿了个干净的小碗压在上面，这样蘑菇就能充分吸收水分了，蘑菇吸收了水分就会沉到水底，就可以拿走碗了。现在蘑菇的口感就非常好了，我需要3到4个香菇就够了。好的，拿住菇伞，把梗切掉，然后切成大块，你不用担心刀工不好，就需要一些不规则的大块蘑菇，这些摆在旁边，梗扔掉。还剩什么没有准备呢？就是油菜了，扶着叶子的部分把油菜厚厚的根切掉，其实这个做汤不错，还有点甜甜的味道。再切这个，一会儿我希望在拌面里能一眼看见油菜，拌面会有很多肉还有油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油腻，所以不要切得太小，现在要先摆好，把当中的小油菜挑出来，它们多可爱啊，就不用再切了，把中间的小菜叶拿出来在一旁放好，剩下的就是这些大颗了，小颗的去那边，大片的叶子都很完整，只要斜着切一刀就可以了。拿上几个油菜，从中间斜着切一刀，正好可以。从一个角把油菜切成两半，当你刀工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就可以一次多切几颗了。好了，油菜准备完毕，最后我要准备的就是调味汁了。我喜欢把所有的即将用到的汁都放在一起，那样就可以比较方便。找个有刻度的量杯，待会儿就可以直接倒进锅里。我的食材们都在这儿等着，蚝油是主角，因为它是种极好的酱油，又有咸味又有甜味。放进去了，好，有了甜味，该来点咸的了，所以就用点酱油吧，这就够了，多一点很好。香味，芝麻油用来调香，很多人都会把芝麻油倒进热锅里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芝麻油在高温下会很快挥发，会让你做的菜变苦。再放一点糖，记住，我们不想让它变得太甜，但要稍微有一点甜味，搅拌在一起。我要用一种很厉害的汤打底，一些饭店会加鸡精水，我要用刚才泡香菇的汤，我去拿个汤勺，把调味汁拿到泡蘑菇的小锅旁边，我要用它来打底，这蘑菇汤非常好，它能大大的增加食物的营养，而且完全不必用鸡精，其实还可以把它换成素蚝油，这样就可以用它来招待只吃素的家人朋友了。这样就准备好了，一定要先尝尝你的调味汁，然后就能大概知道成品菜的甜咸了，确定是否合适，应该有点咸味又带点甜味，这才是美味。你唯一不会碰到的就是辣味，能做成辣的吗？当然可以，但这次就不要这么刺激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咸，就加点酱油，要是不够甜，就加点糖。我的调味汁很好了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把拌面做好，再把麻婆豆腐收尾。待会儿见。好，我们继续，锅已经热了，准备也做好了，让我们把麻婆豆腐收一个尾。你能看到的是锅里的汤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，豆腐也入味了，最后要放加了木薯淀粉的甜味酱来提色，用木薯淀粉或其他淀粉勾芡时，要保证锅是开的。现在咱们要把这个放进去，慢慢的往下倒，
然后搅一搅，在煮沸之前要充分的搅拌，然后把火调大一点，锅盖开了，汤汁也会浓起来。我会看着锅，同时要开始做拌面。好，看这里，还没有倒油，锅已经开始冒烟了，它热得很快，所以请认真看。倒油进去，冒白烟了，就要加调味品了，加入生姜，还有切好的蒜。我不能告诉你姜和蒜需要炒多久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家锅有多热。当你闻到姜和蒜的味道，看它们开始变棕，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很好，颜色变棕后放入熏干。记住，一定要不断翻炒，用这种表面积很大的锅是非常方便的，要不断搅拌，翻炒均匀。因为这道菜不需要肉，所以先放水都可以，所有的东西用的时间都差不多。比如先放面条，这些是拌面，已经炒过了一遍，再炒一下应该就会熟了。然后是油菜，它是生的，来炒炒吧。现在锅很满，但油菜含水，再过一会儿等水分出来就好了。这些是罐头竹笋，是细长条的形状，就这样直接的放进去。现在呢，咱们放入肉类的替代品，香菇。麻婆豆腐好像在喊，快来看看我。好，我现在加速，现在翻炒几下。另外一种工具也可以很好的把菜炒匀，就是这种夹子，金属铲子有时候会刮坏锅，这个很安全。拿着夹子慢慢搅动，让所有的菜都均匀受热。听听声音，如果听见有嘶嘶声，就说明可以了。要让原料都受热，下面加一点油，最后撒点葱花，葱花很容易熟，所以最后放。现在所有这些都热了，要加调味汁了。这是用香菇汁和蚝油兑成的调味汁，用的汤底是香菇汤。倒好了，接下来就该勾芡了。记住，两道菜我们用的都是淀粉水，我把木薯淀粉里加了一些水用来勾芡，有时候淀粉等的时间太长会沉在碗底，所以呢咱们要用勺子刮一下，倒进去，放进去之后要不断的搅拌，否则的话下面的淀粉就会结成块，变成一个个小疙瘩那样。放进去之后就要马上开大火让锅煮沸。很好，看上去不错。我来把火开大以保证火候合适。有一点要记住，玉米淀粉或者木薯淀粉需要充分煮沸，调成中火。好的，让它慢慢煨着，我到那边看看麻婆豆腐。好，看看它怎么样了，看样子勾芡完成的不错。很好，色香味都非常好，汤汁也很浓的粘在一起，很不错。我想现在可以关火了，拿个铲子或者拿个勺子把豆腐盛出来，所有的这些都放进盘子里。木薯淀粉会让这些豆腐看上去油光闪闪，很多人会觉得它非常的油腻，但其实这是木薯淀粉的效果，等你吃的时候也会感觉滑滑的，但完全不油腻。好的，这就是麻婆豆腐，在它的上面再撒点葱花，有绿色葱花的搭配看着不错。去看看拌面，给它也做个收尾，芡也勾好了，材料也都不再分散，可以放进盘里了。这个量很大，我不会都盛出来，先把火关了，夹出些面条，把它们放在盘子里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把面条放进盘子之前要先转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堆起来了。现在加锅里的其他东西，所有蔬菜、香菇、豆腐放在面条的外面，
你也可以规划一下各种原料的位置，每一侧每个角度都来一点豆腐和香菇，非常好。还有最后一步，围着盘子再撒一点点葱花，很好。素食拌面好了，今天做了两道菜，麻婆豆腐和素食拌面。我来总结做豆腐类的三个秘诀。第一，要选正确的豆腐。做带汁的菜或汤要用泡过的豆腐，做炒菜或者豆饼要用干豆腐，做拌面的时候熏干是个好的选择。第二，好的肉类替代品，今天我们用的是蘑菇，还用了蘑菇汤代替鸡精或者是肉精。第三，要快乐地享受烹饪。谢谢你们，我是杰泰拉，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